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我们接着看这个《沙弥利益要略增注》卷上第十页第二面十页第二面从这个第三行看起。一曰不杀生，断命曰杀，有求曰生。解曰按文释义，明解。花语宣词，明曰。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不杀生啊，有的经典翻译不杀生，有的经典翻译为永离杀生。那么像十三业道经啊，它是永离杀生，永离偷盗，永离邪行啊，那这个意思是一样。那我们看无量寿经的这个三倍往生，往生正经也是不杀生不偷盗。那么这是宽谦的法师呢他们用的这个文字有些不同，但是这个都没有关系，只要意思一样就可以了，意思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有的经典翻译不杀生，有的经典翻译永离杀生那么这个后面呢会给我们列出几桩杀生的一些事项。那么这个我们要修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那么这个跟十善业道经前面这个是四条戒不一样，四条戒不一样，在身口七支是一样的。那么善跟戒的区分我们前面几堂课也跟大家报告过了，就是这个戒呢，它是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三皈依，那如果没有三皈依呢？像这个十善业，世间一般人以及其他宗教，他们都有修十善。那么可以说，这十条善业呢，是各种不同宗教乃至没有宗教信仰的大家所可以认同的，大家可以认同。那么他们如果没有三皈依，他们就是属于世间的善法，那么将来得人天福报。那么戒的功能呢，它就不一样你看这个条文是一样的，但是它的作用跟它的功德不同。条文是一样但是呢，建立的基础不一样。那么一般修善呢，它是世间善人好人。那么这样来修这个十善，他也不懂得三皈依不懂得修四念处，那么他这个就是善。那反过来讲我们持这个沙弥戒，如果你没有三皈依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偶遇祖师给我们讲不明念处会徒受木叉篇。那么如果你没有三皈依，没有四念处这个基础，那么持的这个戒
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乃至菩萨戒，那通通是世间善，被世间的善摄入在十善业，世间的善。那么世间善法呢，可以得人天福报，可以得人天福报，但是呢，你不能得定，不能开智慧，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不能破无明，差别在这里。所以为什么善跟戒条文一样，但是一个叫善，一个叫戒呢？善就是说它没有生根，没有试念处，这个念处会在里面。那么有念处会在里面呢，它就变成戒。那戒呢，它会帮助你得定，定帮助你开智慧。那么善呢，它帮助你得福报，但是不能得定，那你可以得人天福报。那么这个是善跟戒啊，它有这个不同啊。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呢，看十善业五戒，前面四条都一样，这个条文都一样，为什么一个叫善，一个叫戒？包括我们这个沙弥利啊，前面这个也是一样，跟十善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修这个戒律啊，也离不开因果，所以因果是戒律的纲。好像一个房子啊，盖的你要一个钢架，然后才能灌水。你要盖个房子，你要起一个骨架啊，没有那个骨架你盖不起来。那么因果啊是戒律的纲，如果不认识因果，那这个戒也很难吃得好，很难吃得好啊，也不会呢认真来吃这个戒。为什么他不知道吃这个戒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吃这个戒啊？那我不吃这个戒有什么不好呢？啊，这些都要明白啊。那明白之后呢，你才会乐意来受持这个戒。啊，不明白呢，那他就不会了。很欢喜啊，来持戒啊，这个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啊。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啊，它是一个互相啊相关的。如顶三足啊，缺一不可。那么包括我们修净土呢，也不能疏忽掉。过去呢，我就是比较疏忽的啊。那么。总是存有一个心态，反正我们可以待业往生，肉多吃一点也无所谓，将来品味低一点而已。那么这样的想法呢，并不是佛教我们的啊，这样想法是不对，佛并不是这样教我们。那么佛教我们呢，是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能够进步。你这生能够提升到成究竟圆满佛，那佛是最盼望的。那么只要他成佛了，他都希望一切众生赶快成佛，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初心，这样一个态度。那绝对不会有一尊活菩萨说：“哎呀，你们慢一点没关系啊。”绝对不会有这个想法。如果这个想法，那就他不会发那个誓愿，不会发那个誓愿。所以佛都希望众生成佛，菩萨呢希望众生赶快成菩萨。这是佛他希望。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对佛最尊敬的。就是能依教奉行，那对佛是最尊敬的。这个后面呢、啊，这个文都会谈到这些公案啊，谈到这些公案，要依
教奉行。那么如果不能依教奉行呢，你说一天到晚、在佛的身边、给他磕头作揖、那这个也不是真正对佛的恭敬，他只有形式没有内容。那么真正恭敬呢，不但要这个形式，而且、还要这个内容，那才是真恭敬，真正亲近诸佛如来，不是一天到晚跟着他就是亲近他，这个未必。一天到晚，现在不要说跟着佛了、就是跟一个善知识，你一天到晚跟着他、如果他教的你也不能理解、理解也不能依教奉行，那你一天到晚都在他身边了，也不是真正的、跟他依止也不是真的跟他依止。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要去亲近老和尚。那亲近老和尚干什么呢？那怎么叫亲近呢？亲戚跟他坐在一起吃饭，然后照个相就叫亲近了。那只是结个缘呐、结个缘、不能算是真正亲近。亲近就算呢没有见过面、就算没有见过面，真正根据他教导的去学习，学成功了，那是真亲近，真依止。所以老和尚讲经在讲席当中常讲啊，他常举出孟子的师叔孔子。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已经过世了。那么过世了，他为了很仰慕孔子，听说孔子这个人啊，道德学问啊非常好，很想跟他学习，但是他已经不在了。但是留下来的著作，他就读他的著作。那不懂的地方啊。去问孔子的学生。后来呢，他的成就啊，那比孔子下面那个七十二贤、还要高。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都讲孔孟，孔孟。他没见过面啊。那他为什么给他列了一个？孔子是至圣啊，他是仰慈。不是敢念头的，因为他的学习啊超过其他的弟子，那是真的亲近。那这些我们都必须要明白啊，真正能依教奉行啊，才是真亲近啊。现在很多人啊，他不重视这一方面，不重视这一方面。所以我们修行实在讲重实质啊，不重形式。这个形式上不是很重要，这个实质上比较重要。那么大家呢，不杀生啊，在十善业道经啊有十种好的果报。这十善业道经啊，也是现在最近老和尚这些年教学啊，列为三个根，十善业道经的这个十条善业。不杀生呢、这十种果报，这是勇于杀生。十善业道经叫勇于杀生，沙弥利叫不杀生。第一个呢，遗诸众生呢、是无畏。这个苦是普遍，施是布施。那么勇于杀生呢，就是无畏布施。布施无畏啊，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畏布施。大家常常听老和尚讲经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什么？健康长寿。答对了，健康长寿啊。所以这个第一个不杀生，一度众生，普遍布施，所以不杀生是属于无畏。那么无畏布施就是众生接触到我们了、他心里有一个安全感，心里有一个安全感，
他不会恐惧，不会害怕。啊，如果我们杀生很重啊，大概众生啊，我们还没有走到那边，他就跑掉。啊，他为什么会跑呢？这个很自然的反应，怕去死，他怕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赶快离开了。啊，那么我们在西方国家呢，他们对保护动物啊，这个做得比我们东方要好。对一般的保护动物，那比如说这个，在美国有个法律啊，就是说你钓到那个鱼啊，有多大？太小的鱼你要再放回去，不能钓上来。你要一定要多大的，那才可以钓上来。它虽然有杀生了，它还有一个节制啊。那像中国古礼呢，它有杀生，但是它还是有节制啊。像以前的逢年过节啊，祭祀，那不像现在啊，天天都在逢年过节，三餐都在逢年过节，所以这个杀业就造得特别特别重。所以我们在西方国家呢，有很多鸟，特别在旅游地区啊。有些鸟它来飞，它就不怕人，它不怕人，它飞到你的肩膀，飞到你的手了。我在澳洲呢，那个鹦鹉啊，它飞到站在我的头上，站在头上，它就不怕人。那我买一些食物啊给它吃，对我们呢，它没有恐惧之心。那在台湾就不一样，在台湾呢，大概那个鸟啊，他在那边，然后我走到这边，他就飞了。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因为台湾有去亡鸟的，啊，然后那个小吃店，就像我们金刚寺门口啊，那个烤的，烤小鸟，一串一串烤小鸟。那为什么飞走呢？他被抓去烤小鸟，所以他赶快跑。所以你不要看这些动物哦，它人要抓它，它也知道啊。你不要以为它是畜生啊，我们要抓它来给它烤啊，它不知道，它也知道啊。所以呢，它都有这个警觉心，你人走的快到了，它就要跑。那在西方国家，他们对这个动物比我们东方要爱护啊。虽然他们也有杀生，但是没有我们中国。我们中国呢，过去有人讲啊，天上飞的不吃飞机，飞机不吃，飞机不能吃；地上啊爬的不吃火车，啊，水里游的不吃轮船，其他啊只要是动物都可以吃，什么蚯蚓啊，什么那个，在台湾还有草蚂蚁啦，啊，那些什么蜗牛啦。这些什么老鼠啦、猫啦，这个乱七八糟都有人吃啊。那大陆也是一样，就是吃的太复杂了啊。所以新加坡有个白鸡市啊，他在福建泉州啊，投资盖一个商业大楼。那么大概在几年前啊，他请我去给他看看。哎呀，他就在飞机上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很无奈啊，他为了做生意。但是要陪这些人啊，应酬，去喝酒。他到餐厅去，他说味道好吃啊，这些是很不习惯。然后到那个餐厅啊，都是活的，就像动物园一样。看你要吃什么，都是活的。他去吃的非常痛苦。那么这个就是为别众生带来的他的伤害，他就有恐惧。那么永离杀生，我们一个人永离杀生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磁场，让众生感到安稳、安全感，他没有恐惧。啊，如果有一个人呢，他杀气腾腾，你看到他呢，你就赶快躲开。哇，这个搞不好他来个脾气啊，我们就命就没了。你会不会害怕？会啊，这自然反应嘛。当然就怕了，所以杀生重的就给众生带来了畏惧，畏惧。
那么第二个呢，常于众生起大慈心，慈能以乐，悲能拔苦，常就是不断的对于众生呢会起一个大慈悯心，不管这个众生怎么样，善的恶的他都对他起慈悲心。那如果我们对于众生呢、还没有起大慈心呢、可见的我们这个不杀生这条善业还没有及格，修的还不及格。这个好的，我对他有大慈心；这个恶人呢，把他宰了，我这个就没有大慈心了。这个不杀生这条业呀、我们还没有修也及格了，还不及格。所以现在我们要修这个不杀生这条业呢，遇到恶人呐、忤逆之人呐、要伤害我们的人呐、我们一般的反应就是说，好啊，那你要杀我，我也要杀你啊，看鹿死谁手啊，那就是这样，就变成对立，对立。那对立就是冤冤相报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修这一条善业啊。我们要改变一个观念，这个人很忤逆，他重对不起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啊！那么你都念佛跟他回向啊，念佛就是给他念佛，对他起大慈心。像以前那个日本侵华呀。那么当然了、我们中国受的苦难灾害最大也最严重的。那么当时有一些居士去请问印光祖师当然大家都很生气那他给我们杀得这么严重那我们也要杀他嘛。那印光祖师就开始的他说我们不要跟他一样就是念佛跟他回向，这个是冤冤相报，希望这个回向这个冤结到此结了就好那不然呢杀来杀去这个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个刀兵劫怎么来的呢？杀生来。所以古大德讲一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土门皆败坐，这动物被杀了，他投胎去做人，投胎到其他国家去了，然后在人间产生这个化报，果报都在三恶道，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在人间这还是化报我们已经受不了了，都已经受不了了，这个战争我们都已经受不了了，都感觉非常残酷了，那何况三恶道，无法想象。所以呢，常于众生起大慈心。那么我们常于众生起大慈心呢，就不会跟他结怨。纵然我们被他杀了，那过去我们一定曾经杀过他，一定有杀过他，不然不可能有这个果报啊。那不会无缘无故他来杀你，你过去生一定有杀。那这一生他来杀我们，好，那我们现在要记恨了。那下一次我们再换我们杀他。那叫做冤冤相报，这个就没完没了。所以常以众生起大慈心，这个业就完结了。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别人杀生，比如说我们看到人家参经那我们都要跟他念个往生咒来念佛。像我们刚来住在金湖岩，然后他那个就是有一个水箱，都放些佛语。我就给他们服务员讲说，这些被判死刑，等待执行，等待上那个厨房那个刑场去执行死刑。所以他们经理就拿一个什么意见表我说我就给他填了意见表，就填说最好吃三斤肉，到市场买现成的，你不要这里装一个活的。他说会给他们老板反映，他有没有反映我也不知道。我是写给他的。所以每天吃早餐经过，我都跟他念念佛回向。
希望呢，他这个业报投生到善道，往生净土。那么我们看到人家杀生啊，我们也要起这个大慈心。我们能够救得了，我们救他；救不了啊，我们要念佛，跟他回向。那回向呢？回向这个被宰杀的众生，也回向宰杀的这个人，希望他们这个冤结解开，就是以后啊，他不要再造杀业。那么这个众生被宰杀的众生也不要再被亡魔宰杀了，希望这个业障早日消除，因为这个都是冤冤相报，吃来吃去的，吃他半斤还他八两，六道轮回就是这样，谁也占不了便宜，只是轮替的，人死为羊，羊死为时间上的问题，所以呢，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因缘到了，他这果报就现前。那么第三呢是永断一切嗔恚习气，那我们记住这个，这个是重点。你不杀生这条戒，这条善，有没有修及格？这个也是一个考验。嗔恚，我们还没有嗔，还有没有嗔恚的习气？我们还有嗔恚习气啊，说明我们不杀生这条戒啊，修的还不及格。为什么说不及格呢？因为伤害众生啊，你嗔恚心这个嗔恚的习气起来，你脾气一来啊，你就控制不了，你就丧失理智了，你就会去伤害众生。你还没有发脾气的时候呢，你不会啊，但是你脾气一来啊，好，我今天就要你死。就会这样，会不会这样？这个脾气一来了，就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大家想会不会这样？一定会的。嗔恚起来就是，他就是会伤害众生。所以我们还有嗔恚的习气啊，这个不杀生这一条善业还不及格。还要继续修啊！你说我不杀生了，但是脾气还很大，呵呵，对，不及格。因为永离杀生，你就永断一切嗔恚习气，怎么还会有嗔恚习气呢？有嗔恚习气，你肯定会伤害众生啊！所以这个嗔恚习气都没有，纵然呢、啊，别人伤害我们，杀害我们。给我们害死了，那这个也没有了啊。那么如果别人害死我们了啊，我们没有嗔恚习气，那他害死我们了，我们会提升的，会提升到哪里呢？这边答案就写出来了。这个是一般啊，没有修净土升天的，那到天道去。如果你嗔恚习气呢，那就三恶道了，那来生呢、啊、又在互相报仇，嗔恚习气。那如果没有这个呢，我们被他害死了，被他打死了，命中升天啊。所以一样惨死，那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印光祖师在文昌，最近老和尚也常常讲，说灾难当中有很多人死了，但这个灾难这个地方的人死了很多，这是共业。但是每一个人个别的业又不一样，那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不一样。所以过去有人请问印光祖师说，那些念佛的人的那个炮弹来一样被打死了。一样被打死了，跟那个没念佛的一样，那念佛有什么好处呢？印光祖师说，你这样想错了。他说没有念佛的人被炮弹打死，他去三恶道啊。那念佛的人呢，被
炮弹打死不一样啊，他起码升人天善道，那有信念呢，他可以升西方极乐世界，他不一样，一样是死，但是死了以后去哪里不一样，去的地方不一样，去的环境不一样，这个不能不明白啊。好，所以我们不杀生这条眼呢，有没有修到圆满七个？就看这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脾气？那我老实跟大家讲，我现在还不及格，呵呵，是有这个时机。但是我们总要明白啊，它的标准在哪里，它的条件在哪里，不然你说升天升天，啊，我不杀生了，我现在在吃素了。哦，吃素的人脾气很大的很多的。哦，有的人吃素的人啊，他脾气比那个不吃素的人还大。呵呵，这个我们也看过。那么他吃素有没有好处呢？这个都有果报，都有好处。虽然他吃素了，他这个杀心没断，他有嗔恚习性的杀心没断，但是呢，起码他身口断，这个身跟口断，口不吃肉了嘛，那身也不去宰杀了。但是心里还是有这个杀心，有嗔恚习气，就有这个杀心在。那么勇于杀生是身口意三业都不杀，这样才及格的啊。那只有身口还有这个还不及格，还要继续修，修到这个都没有了，那就及格了啊。这个十三业啊，第一条啊，及格了啊。所以这个你光是戒身或者戒口，或者戒意，它都有个别的果报哦，不是没有哦。你不要说吃素哦，吃那个素，它虽然啊不明理啊，但是它有它的果报啊，它有它的好处啊。啊，在这个《安世贤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啊、卖斋。这个人啊，我以前去讲课，常常讲这个公案，因为这个《安世贤书》啊，这个《万善先知》这一部，他这本书有四卷，《万善先知》是第三卷，专门讲杀生。他这个里面啊，举出的公案很多。举出的公案很多，这个公案呢、啊、都是因果啊。那么这个因果啊，这个周安世居士是哪里人？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昆山这个地方？昆山，我们要来上个地理课，我们要上个历史地理。昆山在哪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昆山就在苏州隔壁嘛，台湾来的都比你们知道，我们住在台湾都知道。现在昆山呢、啊，台商最多的，台湾商人最多，一个区啊，台商。啊，我们澳洲建中协会那个前副会长林立春，林副会长他就在那边，他们有设厂。这周安世就是昆山的。所以他举出啊，就是江苏清朝时候啊，那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很多是在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很有趣啊，那也是都是一个事实啊。这个
公案是怎么样呢？叫做卖灾利弊，这昆山魏应之，这个昆山呐、啊，昆山魏应之，这个清朝时候，清朝时代在江苏，这个崇祯它是一个朝代，庚午这一年春天，这一天呢、啊，与子少同寝，他跟一个叫子少的一同睡觉。睡在一个房间，忽梦中狂呼念佛啊！子少惊问：“啊，他在睡觉了，然后做一个梦啊，那狂哭哭的很厉害啊，那么念佛，哭哭哭哭念佛，念醒过来，那子少在旁边呢，跟他一起睡啊，很惊奇的问他：你是怎么一回事啊？啊，怎么哭得那么厉害？乃曰啊，这个魏应之就跟他讲说：梦至阴。”他说做一个梦啊，到阴间地府去了，见朝官报生死簿至，无名在议死簿，下注云三年后某日当自缢书了，一问何罪，曰定业难逃，问何法可免，曰莫如常斋念佛精进修行，术后可以，遂与子少曰：“子，从此一意修行矣。”遂持常斋，小细念佛，精进则八业。后闻舍友皆修曰：“此梦儿堂堂丈夫，何为所获？”由是渐开斋戒，唯有春，无故局。书房门易死，妻子旧梦，事满三年。这个他狂哭啊，梦醒了，他说到这个梦到阴府啊，见这个朝官啊抱一本生死簿来了，那么就给这个魏应之讲，他说。他的名字啊，在易史部。这个易史部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他意思是什么？上吊，上吊死的。他的名字在上吊，他命中注定啊要上吊死啊，所以人一年一琢磨回前定，那怎么死的都有一个定数。那么他说他的名字啊是在这个易史簿，他被上吊啊。那么这个生死簿下面注啊，在三年后某一天啊，他会自己啊上吊在自己的书房，书寮是他读书的地方，会在那里上吊。那么这个魏应之就问啊，说他是什么罪啊？为什么会这个呢？得这个果报呢？那个朝官啊，就说定业难逃，定业就是过去生造的业，这生要承受这个果报啊。那么他进一步就问了、啊，何法可免？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呢？曰：莫如常斋念佛，精进修行，速获可免。就给他讲，最好的方法就是吃常素，念佛，精进修行，或许你这个业可以转，可以免。遂与子少曰：“子从此一意修行矣。”子啊，他自己自称子，子女、侄儿的子啊。他说：“从今天以后啊，我要一意修行了。”遂持常斋，小细念佛。从那天开始，他就吃常素了。他早晚啊，都很认真在念佛。那么精进则八业，这样啊，他精进修了八个月。后闻舍友皆修曰：“此梦耳，堂堂丈夫何为所获呢？”闻舍就是说他们这个古时候啊，这个读书人啊，他都会结个社，像文昌社这样。那么这些同学就来找他了，找他去干什么呢？大概就是喝酒吃肉。那么他就说：“哎呀，不行啊，我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
碰到这个三年后啊会上吊死啊，啊，那么曹官啊告诉他呢要常斋念佛精进修行，或许可以免这个业报。那么他这样讲啊，他们这些朋友啊，皆羞耶，羞耶就笑他了，就笑话他了。怎么笑话他呢？他说这个是梦啊。那你堂堂一个大丈夫，啊，那个梦你也在相信，啊，何为所惑呢？你为什么被这个梦所迷惑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啊，现在来讲呢，你这个迷信，呵呵，没这回事，你这个是迷信啊，哦。现代人，如果你跟他讲这些呢，他就说，哎呀，你迷信啊，你相信那些啊，他这朋友就这么跟他讲。那么他自己啊，这个信心也不够，他自己的信心也不够，那就被这些朋友啊来怂恿啊，然后跟他讲一讲啊，然后呢？他就渐渐开斋了，就跟着这个朋友再继续去吃肉喝酒了。那么前面的修的这个八个月呢，等于没有继续再修下去，没有继续修下去，等于说前功尽弃了。那么后来啊，到鬼友村，啊，就是。到癸酉春天，那么他庚午那一年梦的，到癸酉这一年的春天，那么他无缘无故啊，他自己把自己的书房的门呢反锁，这里面的反锁锁起来，自己在书房上吊，啊，无故关书房门一死，啊，那么这个。子少，妻子给他算一算，算他那个旧梦，他跟三年前跟他睡在一起，四满三年，刚好三年，所以他那个梦是真的。他如果他不听他这些朋友给他怂恿破坏，他继续持斋念佛，他可能就延寿。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卖斋立士啊，这个卖斋立士啊是麻城，在麻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没有注明哪里了，啊，这个古时候的地名跟现在或许不太一样啊，这个地名叫麻城，麻鱼的麻，麻城王某姓王的，啊，常斋三载啊，忽然恶疮，心生退合，啊，有人谓曰啊，公持斋人啊，佛天当莫用，啊，王曰，持斋三载啊，遭此恶报，有何异乎？有曰，汝不欲持斋，可卖于无佛。啊，王问如何卖？有曰，一分一日。啊，三年当银十两八钱。啊，王喜遂书见得将，明日将破斋。夜梦恶鬼骂曰：“十个月前汝入野境，以持斋故，延至今日。今命算反透，利欲摄取，王请缓一息，当退赐付常斋。明日夫妻有所见。”有曰：“着持归，即以佛前焚化矣。”王悔恨立死。啊，这个是王麻城县王的呢，吃长素吃了三年，那忽然呢长了个恶疮了，那么心里就升起退转懊悔。啊，这个心生退悔，就说他吃了三年的长素，也没有什么好的果报，就反而得了一个恶疮。这个恶疮啊，现在讲叫。肿瘤了，他吃这个素有什么用呢？啊，那么这个他有一个朋友啊，就安慰他了，啊，他说：“公持斋的，你持斋啊，那个佛天地鬼神啊，应当会莫佑啊，会暗中啊保佑你。”那么这个王某呢，
他说呢，吃斋三载，遭此恶报，有何异乎？吃了三年斋，还遭到这个恶报，生了这个恶疮，那吃这个斋有什么利益呢？有什么好处呢？他这个朋友就说，他就不想再吃斋了，意思是这样。那有曰呢，汝不欲吃斋，可卖于无火。说你不想继续吃斋，但是你吃这个三年斋，是不是可以卖给我？那王啊，这个姓王的、王某啊，他说，他怎么卖？钱怎么算？他朋友说，你吃一天的斋呢，一分钱。清朝时候一分钱多大，跟现在的对比多少我不知道啊。他说一天一分钱，然后一年365天，三年算起来了，应当得到银子啊10两8钱。那时候听县王的很很欢喜，反正吃斋没什么好处，现在呢还有人要给我买，那就买，就写一个书卷得价啊，就写啊。王某某啊，吃斋三年啊，卖给谁？这个价钱是10两8钱。那他这个好像买卖契约书了，就给他了，那钱都拿了，10两8钱了。明日将破斋，明天开始不吃斋了，吃这个没有用啊。夜梦恶鬼骂夜，那天晚上他都梦到两个恶鬼来了，两个鬼啊骂他。他说：“你10个月以前呢，你乳露已尽了，露就是你的葫芦啊。我们中国人讲啊，露尽就怎么样？人亡。大家知道我就不用写了。露尽了，那10个月你露就尽了，就是说你意思叫10个月你命就该绝了，你就该死了。”以持斋故，延至今日。因为你持斋啊，你三年前持斋呢，你寿命才延到今天呢、那么我们看到这样呢，就知道了，他长那个恶疮呢是重业轻报，他延寿了，但是身体要让他长一些东西啊，把它抵偿掉，不然他早就该死了。所以才延到今天呢，那两个鬼就骂了啊，他说：“今命算反透。”他说：“这个算盘拿来算了，算，哦，你已经透支了，你已经透支了，现在马上要抓你去见阎罗王了。”这个姓王的说：“拜托拜托，再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明天拿那个钱退给他，我化验了，继续吃长斋啊。”但是到明天第二天啊，去找他的朋友所那个昨天那个合约书啊所卷啊，有时候叫卷，现在叫合约书。那朋友说，昨天拿回去呢，我就在佛前回向功法掉了。那个姓王一听到，马上啊，当场悔恨而死。这个叫卖斋立誓。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不杀生啊，这一本啊，就有个讲啊，所以这些因果你没有明了清楚啊，你怎么心甘情愿守这一条戒呢？就像那个吃斋的，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啊？你不知道那个好处，你就不会乐意、很欢喜来受这个戒。你知道它的好处，那你就自然很乐意来吃这个戒，都不要勉强。那很勉强的，他就是不明理、不明这个道理。好，那这个第一条戒我们讲，可能会讲的稍微多一点啊，但是我们现在反正不赶时间嘛。反正来日方长了，如果明天就要走了，我就讲很快了。